给你们看看杰瑞，得知到底有多执着。过来，找开一会儿，不会跑掉的。过来，杰瑞过来，过来，我手。对，哎，给你们看下肉干的力量哈，我把他强行抱过来的，不然他不会过来的。杰瑞趴下，匍匐前进。好，起来坐下吧。 杰瑞趴下，超级乖的。杰瑞，啪，好，可以起来了。握手，手伸，手伸。嗯，真乖。好，再来一次就给你吃，过来。你看看，不是肉干好，他就是想趴着，偷偷摸摸的过去吃。趴下，鬼鬼祟祟的前进，鬼鬼祟祟。 为了吃真绝了，狗狗碎碎，接着狗狗碎碎的前进。你想吃是不是？你这个小家伙怎么这么贪吃还又乖呢？过来吧。啊，要在这边，好，过来。 太脆了，这个鸭肉干脆脆的，很适合它这种小地包天吃。哎呀，哎呀，太好吃了，是不是呀？还要啊？那还要是不是？你要干嘛啊？不吃啊？你还留着呀？留着半夜偷偷起来吃。